不痛啊？痛啊，一阵一阵的脚痛，我就跑两次厕所了。星星，哎，阿明，表哥，觉得怎么样？啊，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警务人员，这点皮外伤跟长青春痘一样，他就不同了。这是给他机会接触像我这样的高级上司。你并不是我的上司，你已经不再是警务人员了，你已经被警务署停了职。我不过是把你当一个普通的证人来保护。哎，我是被冤枉的，迟早会水落石出。等我出去后护职你就知道了。哎哎，你们两个人都少说一句，不要吵了。叫他有出息点好不好啊？跑到这里来卧底。我知道。卧底？你不要再叫他去做卧底了，我最恨他去做卧底。星星啊，你答应过我再也不做卧底了哦。对，但是做卧底也比保护这个白痴好啊。我这种身手还要你保护？你从停职到现在已经被仇家堵了3次了，来啊来啊！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我盛汤给你们喝啊。还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啊？头有点烫，还有点昏昏的。这就难怪了。好，你说什么都不肯出院，原来这里的护士这么漂亮。谢谢你啊。哎呦，哎呦，把手烫到了。小姐，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院啊？只要你乖乖的。哎，你还看呢？我手烫到了，你都不理我。出去擦点药药就好了。不准再看了。小狗才看他。什么危险？你变态啊！哎呀！哎，别闹了！是啊，他问我，你别以为我好欺负，再试试看。你别小心！总部，我是周星星，扣我啊。是啊，正好我刚刚破获一个惊天的杀手集团，抓到几个罪有应得的匪徒，叫人来全带回去。我也有混呢。李警司叫你马上赶到现场去。我正在保护证人，走不开啊。李警司叫你放下一切，马上到现场去。真的放下一切？是啊，放就放。哎哎哎哎哎，等我把枪捡起来才准动哦。你啊！哎，星星呢？全部给我一字排开，趴在墙上。发生什么事了？啊，他被带回总部去了。哎呀，这个试管是漏的，帮我拿个杯子装一下。哦，长官好，我马上拿去化验。这里发生什么情况？是件凶杀案啊。嗯，请问死者是个人还是动物啊？是人。是人，怎么会有条尾巴在这里呢？请问，哎，你不是化学老师？你是哪位啊？我是周星星啊，在第一集你教过我化学的。我怎么不记得我教过化学啊？我是法医。你是哪位啊？周星星。你刚才问我什么？没事。哼，秀逗。李警司呢？哪位李警司啊？就是那个白痴啊，整天自称是中级警探布鲁斯威利，做事蛮不讲理的那个白痴啊。那个白痴现在被你踩在脚下了。Sorry sir， 有没有踩扁你啊？大庭广众这样踩我，叫怎么下台？这个嘛，关于这件凶杀案呢、啊？这件凶杀案非常的残忍，死者是个有钱人，叫王百万，双手被人绑在床上，用冰锥插死的，床上留下了很多的精液，跟最近一部电影的情节很相像。那你这么急的扣我来，有何吩咐呢？你先看这照片。哎，干嘛偷拍我的照片呢？我会生气的。这是死者的照片，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多了颗痣。居然有这种事，你想怎么样？哼，当然有你的好处了。啊！嗯，呸！对不起啊，擦擦脸。哎，卫生纸哪来的？床边拿的。这是死者用来擦那儿的。擦哪儿的？你说呢？就当做做脸好了。你说对不对啊，李四？哎，
刚才死者那杯精液呢？哦，在这里啊。哎，怎么没有了？哎，小子，你这样你破坏了现场的物证，这是很严重的。除非你照我的指示去做，否则就再回街上去指挥交通。嗯，来，你的任务就是假装王百万回到他家去，监视他老婆汤朱迪，还有一个跟他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林大月，这两个人杀他的嫌疑最大了。然则你就是叫我去当卧底，是不是？其实呢，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廖贝亚、鲍贝亚、边缘人、县民或者 spy 啊，都可以了。还有啊，我求求你，不要再叫我去做卧底了。我答应过我马子，不再做这种事了，否则我连老婆都没了。你就做做好事，就当我是苏乞儿，可怜可怜我吧，恩公。啊！你可以不去啊，找人录口供，告这位警务人员蓄意破坏重要的物证。是。啊，这么凶，想吓死人呐！我不去，可以叫别人去啊。大不了你说怎样就怎样嘛，死鬼！哼，麦当娜像这样求过我八次，我都没有答应，何况是你？是麦当熊吧？麦当娜，给个面子，别叫我去，行不行啊？不行，一定要你去。你太霸道了吧？霸道是我的最佳拍档，你不知道？岂有此理！做人处事不要欺人太甚了你。告诉你，我是虎鹤双形的冠军，夺命剪刀脚跟降龙十八掌也都有几十年的造诣了。说难听点，我让你双手双脚光着头就能够顶死你。你是不是一定要我去先？不过你硬要我去，一定有你的原因。我想了又想嘛，还是尊重你的决定。好吧。好。其实我最喜欢边缘人这个名字。是你自己愿意的，我可没逼你哦。别傻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嘛，还说这种话，真是的。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哎，同时一场，先借230万来买栋房子吧。哼，看你那个死样子就知道你不讲义气。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好好用心破案啊。哎，未来表妹夫，相见不如偶遇，我请你饮茶，不过先挡个20000块来用一用。哎，已经被停职了，还来瞎讲话，是不是看抓住兵哦？我来报警行不行啊？有女人会理我？等等先，李 sir， 你刚才说要全力支持我是吧？只要你肯做，你要什么都行啊。那太好了，我就要他当我的助手。第三排第四个位置。现在才来、啊、哎呀，局里面有事嘛。怎么样，现在演到哪里了？那就演到那个女人呢，跟一个男人在床上，突然拿出一个冰锥一直刺那个男的。哎，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事？我把学校的工作辞掉了，我想要帮我妈专心经营她那个花店。我想啊，到酒店啦、茶楼啦接一些订单回来做，你说这好不好？好，非常好。我也有事情要告诉你。什么？明天开始我又要去当卧底了。啊！你说什么？我说明天开始我又要去当卧底了。你不腻吗？我腻了，但是我们老板不腻，我也没有办法。这次要假装什么人了？一个女人的老公。是哪一个女人呢？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哎，就是常在八卦周刊出现的那个汤朱迪。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其他的都要保密。你不会介意吧？你太夸张了吧，想吃我豆腐是不是？我是想吃臭豆腐啊，白雪公主。那你慢慢吃吧，我走了。哎，结果、哎、阿明，阿明，哎，阿敏，阿敏，你去哪里？你干什么啦？你要去哪里啊？哎，是你答应我不再做卧底的嘛？你不讲信用啊！别闹了，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呀。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你答应过我要到我家去吃年夜饭的。我不见，进去再抖一抖。少个人只是少双筷子而已，菜还是一样好吃的嘛。好了，乖乖的啊。好，你要去做那个汤朱棣的老公，他不男不女，古古怪怪的，是不是还要睡同一张床上？我会睡得很惊喜，绝对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不过喝醉酒就难说了。嗯，你陪女人睡觉是吗？那我就到外面陪男人玩。哼，哎，你不讲理呀、啊？你以为我愿意啊？那是工作嘛。对不起，结果不见了，我已经抖过一次了。那在拉泡屎。我不管。只要让我知道你在外面乱来，那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陪一个人睡，我就陪十个男人睡。哇，你身为我的马子，说出这种话来成何体统？还有呢，如果你对不起我，我就会像戏里的女主角一样，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绑在床头，用冰锥戳死你。想把我绑在床头，别开玩笑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嗯，喂，你干什么？没有啊。哎，你洗完澡了？是啊。嗯。哎，罚你先写完春联。好，我明天写。没得说，快去啊。哎呀，好累呀、啊，我的手，先写这么多行不行啊？手累了用脚写。哇，真的用脚写，有一套，这就想难倒我啊？挺不错的。我这么棒，你是不是越来越喜欢我了？嗯，如果你真的这么棒，用脚吃面给我看看。你说什么？喂。真的？他现在人在哪里啊？在警察局，请你立刻来把他带回去。谢谢。小梅，有人送了好漂亮的内裤给你。神经，是人都知道我不穿内裤的，还给他。是。我现在去接少爷了。是，小梅。你是汤朱棣哦，不，汤朱棣对不对？叫我朱棣。你找到我老公了？哦，是啊，我们是在新界找到他的。他的神志不太清醒，我们怀疑他的头部受过重创，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啊，可能被抢劫过也说不定。哼，是被女人抢了吧？这么多男人，没一个抽烟的吗？王太太，对不起啊，这房间里不准抽烟。抽烟要不坐牢啊？啊、哦，坐牢倒不要哈，要罚5000块。这有10000块，请你一块抽吧。王太太，钱并不是万能的。钱不是万能的，不过没钱就很头痛了。老公，我没说我是你老公啊。哎，他明明是你老公啊。我不认识他，鬼混鬼混混的人都糊涂了。哎，说话。说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嘛。他是你老婆哎。我不是。我没说过你是啊。哎，夫妻俩这个床头吵了床尾和嘛，回家塞个奶就天下太平了。我才不带他回去嘞、啊、我是来看他死了没有。我老婆很漂亮哎，我记得了。难道她不漂亮吗？你说呢？她虽然不漂亮，但真是你老婆。对不起啊，警察又骗人了。我老婆身材很正点呢，我听说。她身材不正点吗？我老婆她是不穿内裤的。我刚刚保了她没穿内裤啊。啊？我猜的。你这个死鬼啊，说你笨吗？你又不笨，嘴巴倒像抹了油似的，叫人好气又好笑。好了，你们回家再决定好气还是好笑吧。你敢命令我？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你这什么态度啊？老公掉了就来报警，老公找到了又不安静，在场我把你们全部抓到深郡，在深郡关上你1年半载的，我看你静不静。
看看看看看看他干什么、啊、你要看着我的，他能保你多久啊？97年7月连他也要抓回去。你是谁啊？啊，大陆公安啊，怎么样啊？你看他很眼熟、哦、什么时候去大陆的？没去过啊。没去过？你好像欠国家很多钱的那个商业罪犯哦。哎，小子、啊、快点帮我叫一部车来，全部都给我抓回去。还有他啊。我？你干什么？是不是不合作，想破坏安定繁荣的社会啊？小心我把你老母抓回去。哦，哎呦，还好只抓我老母不抓我。说完了没有啊？我你老母的，我好困呐、啊。哎，不要乱说话，你不说我老母。哎，来来来，困了就回去睡觉了。哎，你们不要走啊！哎，走了走了。哎，我们照本子办事，来来，枪来枪来。让他走吧，他走了不是更好吗？哎，你看随便唬唬就唬走了，小子。哎，敢叫我小子，这边已经被炒鱿鱼了，再冒充警察，我马上抓你。哎，你凶什么？我是冒充公安的、啊，你叫公安来抓我啊？啊？哎，你再吵。再吵我就真的去考个公安哦，97年再来把你老母砸了当猪油。哎呦，还好我老母吃素没油啊。大爷，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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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屁呀、啊、这是你家啊？我得的失忆症嘛。失忆症了不起了？我没有说我了不起啊。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妈，少爷你干嘛骂我啊？骂你个逼啊、嗯、他是我们的日本管家魔方册子。魔方册子？哎呀，是他的日本名字、啊、爸爸、嗯、爸爸。哎，乖儿子。哎，爸爸。好，乖儿子乖儿子。那你个 A 呀、啊、他是园丁的儿子。那他为什么叫我爸爸？他见着谁都叫爸爸的，叫人呢？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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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回来就好。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是不是做咖喱的？他是你老爸呀、啊、乖儿子、啊、老爸。你回来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大概是园丁之类的人吧。他是你奶妈呀、啊、奶妈。少爷，要不我挤点奶给您喝、啊、不用了，我没胃口。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不会是我弟弟吧？正是 啊, 啊，你想把他当弟弟看待的。哦，讲清楚啊！你快点叫他，否则他就扑上来咬你了。我告诉你。哎哎哎哎哎，他叫什么名字啊？美妞啦。喂喂喂喂喂，哎哎哎，美妞美妞美妞，傻妞胖妞，这老妞马妞臭妞小妞铁妞，万子良吴孟达黄金周星驰。啊哎，这条狗早该送去安乐死了。这条狗叫的媚妞，是你自己不记得人家的名字了吗？哎，我知道它很多是媚妞的。是媚妞的妞，不是媚妞的溜啊，就差那么个妞字。哎呀，难怪它老咬着我的屁股不放了。少爷，嗯，兽医来了。哪条狗要拔牙？这条，麻烦你了，医生。不要这么大声啊！哎，平常你爱按摩，你就会睡觉的。你今天爱什么爱呀？啊，我不是爱呀，我是哈啊！啊，哎，一定要搬到这种地步吗？少爷，你平常最喜欢这一招了。真的吗？是啊，那就照旧吧。哎，这张照片挂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我有失忆症、啊、失忆症了不起啊？不是我了不起，我是在看为什么穿条内裤拍这么奇怪的照片，真是怪胎，没有理由啊。哎呦，你好意思说嘞？求了你半天你才穿上一条内裤的，本来你什么都不肯穿，你还说那样子才性感，看一点不满意的死相啊。哦，看不出他会是这种人啊。我是说我想不起来我是这种人。嗯，要不是你的样子像透了他，我还真有点怀疑你呢。怀什么疑呀、啊、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告诉我失踪以前我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谁真的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了？册子，册子，叫他干什么？叫他放水给你洗澡啊。人家早就睡觉了。少爷有何吩咐啊？怎么神出鬼没的啊？少奶奶，少爷说我神出鬼没的。哦，这屋子里人全都神出鬼没的。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会神出鬼没的。
皮呀、啊！喂，哎，李锦斯啊，我是汤朱迪啊。你说不说？你替我找到了老公，不是我的老公啊。哎，伯爷，伯爷，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你老公啊？他谁都不认识的耶，抱着园丁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他被狗咬了呢。还有啊，我叫他去洗澡，他就真的乖乖的去洗澡了耶。他一年呢只洗四次澡的呀。结婚的时候我求了他一个礼拜，他都不肯去洗呀。哦，我们在拘留所给他洗澡，他洗上瘾了。哎，我告诉你哦，他真是你老公啊，你要对他好一点，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嗯，哎，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李锦斯啊？不是李锦斯，难道是黎明啊？嗯，喂，你的声音不像他。刚才那不是我的声音，真是欠可以。你，陈锦斯，王太太，有何贵干？我家里的老公不是我的老公。我不明白，请讲清楚一点。你们的李锦斯啊，帮我找到老公了，跟我的老公一模一样啊。但是我回到家里，我才发现跟我老公一模一样的老公呢，根本就不是我的老公啊。李颖斯帮你找这个老公跟你老公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你发现这个老公不是你那个老公。他根本就不是我的老公。那你是怀疑这个类似你老公的物体不是你老公？差不多这样。那你该找李颖斯啊。我打过电话找李颖斯啦，谁知道那个不是李颖斯的李颖斯啊，他说这个不是我老公的老公呢，就是我的老公。一个不是李颖斯的李颖斯假装李颖斯告诉你说这个不是你老公的老公是你老公。差不多这样。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再喝杯热牛奶，明天早上睡醒之后呢，再去找李景思，就会发现那个不是你老公的老公了，砰的一声就变成你老公了。连你也怀疑我？连你也不相信我？你我是神经呐？差不多是这样啊。哎呀，他真的是假的呀。我也是假的。嗯，其实我是刘德华装的。今天是年三十晚上12:30，哎，一点了，大年初一，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你早点回去吧啊。哎，拜拜，我还没说完呢。拜拜。你真有两套啊，不愧是我的同期同学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臭小子，我迟早被你害死啊。他那么有钱可以把我们告垮的，你知不知道？哎，我们是在伸张正义维持法纪。你是强奸正义不服法纪。哇，那么用力戳我，找死。哎呦啊。怎么样，我用手指戳你，你用拳，我跟你拼了。哎，怎么玩身的？哎呦喂，哎呦。陈锦斯，我的打火机忘了拿。你怎么有黑眼圈呢？睡眠不足啊，当然有黑眼圈了。王太太，恭喜发财啊，万事如意，大吉大利，血液进步，青春永驻，总之是恭喜发财啊。哎呦，净碰些疯子。什么声音啊？干嘛？哎呀！你干什么？你请我当你助手的，对不对？对呀、啊。你叫我带着喷子24小时保护你，对不对？对呀、啊。我都做到了。可是我没有叫你锯穿人家天花板呐、啊，大哥。嗯。对哦，你没有说过。走那蠢蛋。哎。我在这里不用你保护了，你快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留下来看着你会不会对不起我表妹。少奶奶，你回来了。朱棣汤回来了，你快躲起来啊。哦，糟糕，楼下的会不会回房间的，怎么办？回来了回来了，上哪去了？没有啊，我出去吃了碗馄饨面。哦，吃碗馄饨面是吧？哎，是啊。太好了太好了。为了完成任务，我有发挥我玉树临风的魅力，然后施展眉目传情大法，引他说出真相。为了问出真相，我要发挥我自己风华绝代的魅力，撕开他的假面具。朱棣，百万，朱棣，百万，
哈哈哈哈哈对不起，今天我有点累了，我还是到书房去睡好了。仁慈的上帝呀、啊，就你赐一个精壮的男人到我梦中，阿利亚多。真的好粗壮啊，连衣服都脱了。谢谢上帝，谢谢上帝，我来的。恭喜啊！谢谢少奶奶。哎，快点发红包啊！我红包没有带，哎，你借我几个吧。来来来来来啊！恭喜少奶奶！好，恭喜啊！恭喜少爷！谢谢少爷！恭喜大吉大利啊！谢谢少爷！谢谢少爷！喂，你结过婚了吧？是吧？是啊，还给我先。我是结过婚。你的呢？可是我还没结婚呢。你拿的是我的，你的在少奶奶那边。哇，那边一个人发两个红包啊！对，这下发达了。哎，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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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哇，带这么大的礼物来啊！来探望王翁嘛，当然花点钱了。哦，李锦斯啊，恭喜发财！哎，别这么说，我们不能发财的，一发财廉政公署就要请去喝咖啡了。哦，那就步步高升了。哎，这么倒可以，这么倒可以。哎，王翁，你没事吧？哎呀，这个头受伤了，总要点时间休息才能恢复。是啊是啊。啊，对了，你们先聊会儿，我去拿年糕给你们吃啊。好好好好。哎，坐下。怎么样，查到什么没有？我已经施出美男计，打算牺牲色相，还是套不出什么来。哎，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你找死！撤职啊！倒茶。是少爷。我连炒鱿鱼那个家伙都找来帮你的忙了，再找不到真凶的话，你干脆切腹自尽算了。只怕我还没切腹就已经先挂了。谁那么大胆子？哎哎哎呀！我操！在做梦，原来是在做梦。哎、他是谁啊？哎，穿貂皮，哎呀，又来了！大大，你看，小心点！哎呀，哎 ，Big Year My Friend！ 哇，这女人怎么光个头啊？Oh my brother, amigo, Happy New Year！ 早上哪位啊，先生？大月。哦，朱莉亚。哎，朱莉亚。百万笑到了，连我都不认识了。哎，记得一点点，他是大月嘛。不对，你从来不叫我大月的，我该叫什么？说，是啊，说，是不是叫大富大贵啊？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可不是大富大贵吗？猪头三，不是大富大贵，那就是猪头三喽。不是，我是大富大贵，猪头三。哦，你是猪头三呐？你是猪头三，那你是大富大贵了？他才是大富大贵啊。不是，他不是大富大贵啊。大富大贵，你是大富大贵。哎呀，我是大富大贵。好了，别搞那么复杂了，全部都叫王九蛋。哎，大过年的，怎么这么说话呢？把这赔干净再说。赔，准呢。哎 ，sorry， 这鼻子哪冒出来的？他就是帮我找到王百万的那个李锦斯啊。哦，我呢一向很少跟这种低级的小警员来往。我的迪斯科啊，今天晚上新开张啊！两位一定要早点来哦。里面好多美女啊，最合你的胃口了。说什么？开玩笑的嘛。哎呀，糟了，忘了跟我老头拜年了。令尊翁，他已经躺在安乐园休克呢。哦，那你赶快去吧。那我先走了啊，各位再见，待会儿见啊。好，我送了啊。他是王百万从小到大的死党，整天想霸占他的家产，嫌疑最大了。朱迪，你那两撇胡子太嚣张了吧？我不气吗？你也挺黏呢。女人嘛，还用得着追吗？浪费时间呢。有钱就有女人。拿点钱砸到他躺下来，再拿点钱砸到他爱我。钱就像白粉一样，会上瘾的。哎，那你的白粉可最多了，最近又泡上哪个女明星了？哎，最近不泡女明星，我换胃口了。
专泡那些刚刚出道还在做梦的女强人，真过瘾哦。怎么个过瘾法啊？我昨天钓上个马子开花店的。正巧我今天放的那个马子也是开花店的，我明天约的马子也是开花店的。请问一下，是哪家花店？哎，你也想来排队呀？啊哈哈，亲热过老婆没有啊？哎，不用看我啊，我这人很民主的，百万他是逢场作戏嘛，我不会在乎的。我跳舞去了啊。啊，来，不许碰我的头。哎，大不大贵，交两招，交两招嘛。你说那个开花店那个妞怎么个正点法啊？怎么个正点法呀？我是不会形容了，总之他是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嘴巴小小的，哇，双峰插云。这个还有啊，他叫什么名字啊？哦，这个我泡那么多妞哪全记得呢？Ada 不对 Teddy 不对 Cindy 不对，总之啊，他床上功夫可是一流的，从床头搞了床尾，从床尾搞了床头，从床上搞了地下，从客厅搞了厨房，从厨房再搞到客厅，哇呀，实在有够贱呐、真好贱呐、还有啊，我听他马子说啊，他有个固定到站的，是当警察的。那马子在哪里？快点！哎呀！干嘛这么猴急呢？我约了他，待会儿你就见到了吗？是吗？是啊。太好了，我补个妆就行啊。哎呀，我现在跟朋友来。来真。Baby, give me a kiss. 下流啊 ！Baby, give me a kiss. 好啊。下流！哎呀！你干什么？我找人。介绍一下啊，朱迪，哎，对呀、大富大贵，你给我抢个什么证？你有美女也不介绍给兄弟我认识，还跟我抢，这到哪也说不过去吧？你还对着你，朱迪，嗨，哦，文静啊，哎，我来给你介绍啊，他是我公司的得力助手常文静、这位是王先生，我已经见过王先生了，是，公司里要是没有文静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呢。我不打扰二位了。哎，怎么会呢？再聊会儿呢。拜拜。看个屁啊你！整天就会泡妞啊你！不泡妞你要我干什么？走，哎呀，跳舞去！你在找谁啊？在找一个人。找刚才那妞吗？不是。你没有撒谎？没有。你可不可以专心的陪我跳支舞啊？你们两个偷偷在亲热啊？你上哪儿去了啊？那个马子来了，本来想介绍给你。他人呢？已经走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这个他头发还蛮有型的。是，我很欣赏他。
弟们，我们今天晚上要开 party， 你也有份呗，还担心那干什么？快带这个马子来啊！好啊。好什么？没什么，我在想以前的事情。来，我们来玩点新鲜的。新鲜的。我们今天晚上要开 party， 你也有份的大逼妹，还待在那边干什么？哎呀，你有点笑容行不行啊？你家里死人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 party， 你也有份的大奶妹。大逼妹妹。哎，对不起啊。我们今天晚上要开 party， 大逼妹，你也有份哦。你还待在那边干什么？快打几个码子来啊！开 ，very good。哎呀，真难赚。哎，你到房间来干嘛呀？我妈快回来了呀。你妈？我只告诉她你是来帮我补习的呀，让她知道她会生气的耶。我妈说，不能随便让男孩子进我的房间，不能随便让男孩子亲，不能够随便跟男孩子那个啦。对白轮到我了吗？你说什么？说什么？我怎么知道说什么？你还说你不知道啊？上次露营的时候啊，三更半夜偷跑进来亲人家一下。哦，那就不亲了，我到书房睡觉去了。啊，人家就是想要问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亲了。亲过你是不是就可以到书房睡觉了？你先亲啊。啊，上次你亲的不是这里。哇，不是这里是哪里啊？哎 ，Judy。做人不要太得寸进尺啊，你好坏啊。怎么样，坏笑不行吗？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来嘛。好了，来就来。哇，你们两个小鬼找死啊。我靠，你也来捞一份啊。呀，我打死这个吵架的，我打死你们。你们两个光搞香港，光搞香港，不打死不行的。你怎么老打我？你怎么不打他呢？他是导演，不能打的，我打死你！你竟然敢泡我的船啊！还泡上了床，你这个臭丫头不知羞，你不知耻，真丢我们家的脸呢！那家丑不可外扬，我走先啊！我你、哎，你这个臭小子，跪下！你这个臭小子，占了我女儿的便宜还想跑？保姆这句话要改，我从来不要便宜货的。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哎、你真是没人性啊！玩完了就想跑？我不玩了！哎呀，上着学。照着他学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啊，没人性没心肝的。我可不管了，我去跟你老爸说你们下个月就结婚啊。又结？不好不好啊。好了，结就结，动作快点啊。这就对了嘛，以后啊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做人、啊、我还有事不管你了。哎呀，你啰里啰嗦的，快点啊。哎呀，妈带我们结婚的，继续吧。啊，还没玩完呢。哎，时间到了，该收工了。我们分房睡这么久了，你一直没找过我。你外面有多少女人，我也从来没管过你。我只要你一晚上啊，这样都不行吗？这样都不行吗？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你不要哭了，我不是那种人，我很专一的。再说一次，我说我这个人很专一的，老婆我只要一个就够了。快说你爱我。我爱你。看什么混蛋？看你怎么还没给人撞死的！啊！
转身。嗯嗯，我你老母还真骚啊，居然穿花袜子。捡东西啊，老子！干嘛，小子？捡东西呀，老子！你在干什么呀？扫地呀！快进来吧。哎，我在捡铜板嘛。来，喝红豆汤。来。啊，今天怎么没什么生意啊？新开张是这样的。不见得吧？我听说很多人来找你啊。嗯，是你又知道了。哎，你的痣呢？嗯。哎，在这里。哎，好哎。我的红豆汤好好喝哦。你不觉得太硬了？一颗很硬。当然了，连我的痣都吞了。啊，自主红豆汤也这么好喝哦？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哎，你去哪里啊？替人家送花给老婆啊？哪像你啊，既没人又没钱又没花。拜拜。你就是这样的。你又来干什么？我来喝红豆汤，24小时保护你啊。那我走好了。哎。林大院那帮人今天晚上要到我家来赌梭哈，我想应该可以查出点线索。诶，你小子走狗运呢，我号称警界的梭哈王，晚上有我帮你，你一定可以捞一票。找什么？没事。情况如何？一切正常。有没有带钱？你不知道我是白头神探哦。你有白头发？白吃白喝的头号神探啊。哎，啊，王兄，你的痣呢？点掉了。那是富贵痣。是吗？哦，因为我钱太多了，所以想减少一点。啊，好吃，好吃。说，那我们就叫老规矩了。什么老规矩？赌现金呢？哦，那是当然的了，当然。最多叫20万。哇，这是零钱哦，全部家当，10000块全下了，王先生。黑桃白，小九也真说话，5万好了，怎么办？5万再加15万，一定唬住他们。哦，好是吧？干了，怎么没零钱了？零钱呢？零钱啊、哦？哎，那个谁啊？我去找那个谁，你坐着。哦，老婆，拿个80万来顶一顶先。哎，我们一向都是各赌各的，你家里不是还有3000万的现金吗？我忘记放哪了吗？你那么聪明，一定会想起来的啊。不是的，打哪个好啊？打这张。真的？是啊，输了算我的。酒桶！哎呀，我服了，我服了！你炮三响！哼，死鬼！丽色在哪里？在西安地房里爽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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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八羔子，我打死你！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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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200万，什么表错？老小子敢偷袭我！这200万块钱你无论如何不能省。我哪来200万给你啊？大运要到我们家来赌钱，如果没有钱的话就穿帮了，大家就都玩玩了。快点拿来吧！你先放手啊！你答应了我就放手。你去市场买东西哦。不好意思啊，我的零钱乱扔，结果被工人捡回去了。工人又住得好远，说那么多干嘛？都在等你啊！发牌，发牌，阿姨对说话。这样吧，我说，再熬一阵子，我们先下少一点，先下20万呢。20万，再加80万，干了。三条八哎，
不用说了，全扔出去。报纸呢？全都扔出去。哦哦，三条吧，哼，没多少钱嘛，干。我三条 S， 我就不信你有四条八。银钱不必那么激动，老兄弟别哭啊，我四条八。怎么回事？我刚才底牌明明是八的啊！你手前的那一把哦，当然了，现在不是那一把的了。你没告诉我啊，你也没问我。我的，回来了，赢了还输了？你看我的头就知道了，输光了。你不说你是赌王吗？我有说过吗？我提过一下。你那现在怎么办呢？你再拿100万来换本啊，我马上发挥我赌王的本色啊。还想要拿100万呢？我把警察局的赃款和保释金全都拿去给你们两个赌去了，现在人家到警察局来讨债了。你们不把200万拿回来的话，就买好船票准备跑路吧。那你先借我一点钱让我买船票。你如果不拿100万出来，我们就完蛋了。那100万要再输了怎么办呢？反正都是死，就再赌一下嘛。老兄，我们也是混饭吃的，别打了。又再贬两个衰鬼啊？再贬两个老千呢？老千这么尊贵的人，怎么能乱打？他们骗了人家20000块钱。哦，哪个白痴被他们骗了？那个白痴就是我。啊，连白痴都骗，扁他，扁了。啊，独胜客星红爷。Hello， 你好吗？好你个头啊，输到准备跑路了。老兄，你叫他们别打我们，我教你老千速成法，包你赢。行，不过要先露两手来瞧瞧。有没有搞错？还没有回来啊？16圈都打完了，还没有回来，搞什么鬼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观众。这个架势挺眼熟的，不知道你学的是谁啊？你猜猜看呢？啊，我知道了，赌圣。错，是大卫魔术。哇，八牌，我三条 K， 我三条 A， 我同花顺，我大你个同花顺，我四条 A， 我 A 五条。来呀！家伙教的这一套还真灵啊！赢死他！我要趁这个机会查出谋杀王百万的真相。100万，跟你。S 说话，你输昏了，牌面同花顺说话，说了。我才不相信你是大会魔术，我绕根。我只剩5毛了。借你500万，不用借，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当你是根了。什么问题啊？你曾几何时，有没有想过要杀死我啊？回答我，我回答我的。不玩了，不玩了，问下去的问题，走，不玩了，搂钱的。
钱是已经到手了，真相查到了没有？真相就是，我的底牌是小四，那个白色居然不玩了。发财呀！大哥，你没事吧？还钱！怎么个还法？赢的那些不用混给你的吧？这些不付利息啊？哎，就照银行最低的利息算给他好了。哇，那很少哎，才2.75%而已。200万除以365天，是25块，给你30块，不用找的。再来当提示什么？这样多好啊，不伤和气啊。查案有没有进展呢？我发现那个朱莉她越来越奇怪，我想她的背后一定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那个林大月呢。太肤浅了。我在苏格兰场受训的时候，曾经研究过世界所有奇案的案情，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谋杀案、电话情杀案、国会选举舞弊案等等等，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原则。什么原则？嫌疑越大的人越不是凶手。靠！我同意。难道真的像广义里面说的，最没有嫌疑的才是凶手？可以这么说，凶手可能表面上不认识死者，相貌平凡，不高不矮，孔武有力，有暴力倾向，喜欢随便乱打人，极度贪婪，甚至可能连30-10块都不放过。照这么说，那凶手肯定就是你喽！来人呢，抓起来！炸！你们疯了！你们，秀逗。Sorry, sir。照我推理，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言归正传，你在汤朱迪家查出什么线索，就立刻到办公室去查查林大月跟王百万在生意上有没有过节而产生杀机。你不是说最有嫌疑的人不会是凶手？那是屁话了，还不快去查！让我先去办几件重要的事情，行不行啊？360天，岂有此理！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谢谢。奸夫淫妇，奸夫淫妇。手机抖落抖，我靠，门，随便坐。花袜子，不要这样了。你知道我有男朋友的，虽然他没有什么钱，又自私又小气又啰嗦，不是说我，可是他始终是我男朋友，我不能接受你。哎，你不要这样，哎，不要啦，啊，不要这样，哎，好了，我杀你个老母！是你，是你。是你。其实我说是要杀你这个小骚货。你不要难为他嘛，你干嘛拿把刀呢？快点放下来了。等，听我说先，我已经跟踪你很久了，原来你是来找这个小狐狸精啊。我怎么三根手指头全指着你还问？你是哪个葱哪个蒜呢？想跟我王百万抢老婆？我现在问你啊，你是爱我还是爱他呢？哎呀，玩玩的嘛，玩玩的嘛，笨蛋啊，人家是在玩你的，狐狸精、蜘蛛精，破坏家庭，你要钱吗？是吧？好啊，要钱是吧？来啊，给你啊！大嫂，拿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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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钱都给你了，你还不滚呢？你们两个，好，我走。阿敏，阿敏，这是你家，你上哪儿去啊？对呀，这里是我家。你们两个滚呐！
快滚！阿米，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说。夏洛，你还说到楼下去等我，我还要多骂这小蜘蛛精两句才甘心走了，还看，走就走嘛。哎，我再一次严重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见我的老婆，否则见一次我坑你一次，知道吧？喂，人家都已经走了，你还在这演戏？刚才你骂得很过瘾是吗？演戏当然是这样的嘛，你觉得我刚刚演得怎么样啊？烂透了。有没有搞错啊？我以前演话剧得过奖的。你是很烂嘛？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会被这个女人泡上呢？哦，我看她人很好啊，又常常来买花，有空就陪她逛个街喝个茶咯。谁知道她外表是女人，内在是男人呢？哎，真没想到会是她。哎，人家还在外面等你呢，还不下去？哎，走了。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我就整天陪着你，好不好？嗯。哎，我买了一样东西送给你。真的？是什么？花袜子。烧掉它。嗯。王先生，早。早早。Hello。王先生早，王太不在耶。我知道。哎，里面停电呢。没关系，我进去拿杯水而已。哎。啊。今天早上送来的。什么事啊？没事，你出去吧。你一定有事。说了没事，就算有也不关你事啊。出去。注意。千万不要用打火机看，什么意思啊？嗯？啊？哎呦！瓦兰蒂啊！哎呀！什么事啊，帅哥？你怎么拍到我们的？哦，用照相机拍的。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嗜好啊！这些火辣辣的照片，那些内幕杂志一定很有兴趣哦。你小心折寿。啊，我是一定会短命的了，所以要多存点钱，好好享受享受哦。如果说你想拿回那些三点多钟的照片，晚上到公司来。你想怎么样？啊。请接消防队，麻烦。有事快说。这里是消防队，说话呀。请问你们卖不卖雨衣呀？买雨衣是 7-Eleven， 混蛋！你骂谁混蛋？你是什么态度啊？你是几号接线生？你别挂掉啊！喂喂喂！你欺人太甚。不来的话，你一定会后悔。好了，别慌，我做运动了啊。王先生，你怎么了？喝水嘛，不是告诉过你了？啊！你再来了，我的晚餐还有宵夜，你快赔钱来呀！小姐，找哪位？林大岳先生约我来的。哦，请跟我来。
进来，请。哎，我一看到你来我就爽了，去把上半年的资料给我拿来，任何电话我都不接。是，请坐。废话少说，你要多少钱呢？一次解决，把账上都还给我。哎呀，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林大月虽然不是很有钱，不过十亿八亿还没放在眼里，你以为我想勒索你啊？那好吧，你开价。哎呦，都是老朋友了，谈钱伤感情。其实啊，我是要拿钱给你。哎，我查到了，你家里那个王百万一定是假的，我可以帮你解决，绝不留下任何后患。另外再给你三亿，买你尖沙咀那块地。哼，你去抢好了，那块地值二十几亿呢。对呀，我是说过十亿我不看在眼里啊，但是二十亿就差不多了。王八蛋。哎，千万不要骂人呐、啊、你一骂人就破坏你在我心目中那种高贵美丽的形象。嗯，你贱人。哼，你什么？三天之内律师楼办手续，要不然我把你的照片满街去发，送到内幕杂志去登。哼！哎，看什么？鬼鬼祟祟的干嘛？偷东西啊？不是，那边有两个女人没穿衣服。嗯，我不相信。哎呀，你过来看一看先啊！哎，如果我过来，你从后面把我打昏了，那怎么办？哎，就算你不过来，我一样要打昏你。哎，怎么了？刚才那个穿西装的拿东西打我。快去！哎，哎，有没有看那个穿西装的？嗯，那边。假的，假的！啊！哎，什么声音啊？有声音吗？没听到啊！让我逮到，我打死他！你查那边，我查这边。是你呀、啊，哎，新噱头啊！新个屁呀、啊！你猜是谁杀了我？谁呀、啊？哎，提示一下我。哎，是他。
如牛的，你上哪去了？我还问你上哪去了呢？我上哪去了？我一晚上都在这边打牌呀，我能上哪去啊？你打了一个晚上的牌，我打了16圈了。哎，你老公没毛病吧？他呀，当然有毛病了。哇，穿这个鬼样子，你上哪去了？哎呦，这什么呀？啊？嗯？哎呦，血耶！你又去杀人了？别被我吓得别不说话来了吧，老夫老妻了，你还这么开不起玩笑啊。哎，后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我想开个舞会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哎呦，干嘛憋着个嘴嘛，轻声。吓我一跳！哇，李点师，请随便拿杯酒喝。哎，好。林大远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我快死了，你知不知道？我也知道。再查不出凶手，你也快死了。谁是凶手？我已经有了90%把握。到底是谁？先别急，我的7感告诉我说，今晚会有结果。今晚真正的凶手会露出他狰狞的面目。不许上！往头上！是你，王先生，我有话想跟你说。来，我知道，我知道。哎，不好意思啊，请大家到那边去，谢谢合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到那边去。哎，人都走开了，你说吧。主要是要你走开。早点说嘛，人都是有自尊心的。王先生，你要看着 Judy。Judy 怎么了？不关他的事，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清楚一点。到现在我没办法，只好告诉你了。其实他，其实什么？你快说啊！是啊，有话你就说呀。我好喜欢这首曲子，陪我跳舞来。嗨，王。啊，嗨。年年开 party， 今年特别高兴。你呢？这就够了，只要你高兴就好。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你说呢？哈，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啊，都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我认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一定会有报应才是真的。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告诉我啊，舅弟。为什么不说话？没什么，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是王百万，那该有多好啊！你早知道我是假的。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嘘，不要破坏我对你仅存的那点好感。我跟百万最近几年相处得很不好。这几天又让我回忆起我跟他初恋时候的那份感觉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钱，但是很真。谁知道他发达之后，他就越来越花心，而我也就越来越变态，越来越恨当女人，还想当男人。
想当个可以跟他竞争的男人。但是你来了之后，却使我有了还想当女人的感觉。我不想知道你到底是谁，我只要求今晚你可不可以全心全意演好你所扮演的角色呢？老公，今晚我要你陪我，好不好？先去补个妆。你刚才还没说完呢，你怀疑谁是凶手啊？我怀疑是朱迪。怎么会是他呢？因为林大宇死的那晚我也在场，我是跟踪朱迪去的，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他动手，但是当时除了他没有别人在场。为什么早点说呢？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先听我说嘛，就算真是朱迪杀的，我也肯定他有苦衷。有什么苦衷啊？杀了人就是杀了人，你是警察，别真的把他当成你老婆了，臭小子！好久不见了，哎，你好，好不打搅你们了啊！好，拜拜。你还知道些什么？快点说出来。我想他还会再动手。动什么手？动手杀那些知道他秘密的人。哦，还好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也知道，还有一个程小姐。那你还不快去通知程小姐，我立刻布下天罗地网抓他，快去啊。是我啦，吓死我了。乖，别怕，我想出了这个妙计，戴上这个人皮面具哦，真凶见到了我一定会吓昏倒的，我就可以把他绳之以法了。先把面具戴上。Hello， 这么多真凶我都被你吓死了，人家不会看新闻的，蠢猪。那怎么办？你马上到朱莉房间去，包你有收获。哦，有收获。哎，我的喷子呢？哎，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把喷子还给你，你以为我是白痴哦？哎，我们今晚一定要替大月哥报仇。大月哥啊，一定是被王百万夫妻给杀死的。你们进去以后要小心行事啊。放心吧。啊，好久不见了。什么？哦，原来你有其他的男人了，以后你不要来找我啊。你误会了。小姐，请你跳支舞好吗？陈小姐，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啊！又是你这个色狼！我为了你换了十几个工作，现在来参加舞会还谈不惯的魔掌。这真是天意啊！来吧，来上我吧。哎，你误会了。来嘛，一次解决，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来吧。哎呀，干嘛？那边有人被十字弓射死了啊！就是他。哎，不要动他，
警察就快到了。哎，我刚刚去楼上看过汤朱棣，他没有出过房门半步。就记我不喜欢你管我，我做什么自有分寸。朱迪，你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不要破坏我。朱迪，你滚！今晚上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你什么事啊？阿达！啊，是你啊！我刚找到了凶器，想拿来给你看看，你出手还真重啊！啊！不要动手！朱棣，不许动！我早就知道凶手是你。对，全部都是我做的。哎，盆子还给你，做得好，你升定了。升到哪里啊？你说呢？哎，我们的工钱还没算呢。互干互啊，算就算了，走走。对不起，对不起，让一让啊，让一让啊，对不起啊，见过见过，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我走了。不可能，是我，好的。干什么了你？你绝不会相信刚才发生的事。刚才发生什么事了？你知不知道凶手已经抓到了？那凶手到底是谁？原来凶手就是朱迪是吗？他在离开之前跟你眉目传情，还在你左边脸颊亲了一下。我怎么会知道的？表哥全都告诉我了。绝对不是。哼，绝对不是。你敢说没有吗？绝对有。但是不是在左脸颊？那在哪儿？阿米，总之，请你相信我，心目中只有你一个人，我也心甘情愿接受你任何的惩罚。来，来惩罚我 ！Come on, come on, baby！ 谁有空惩罚你啊？是，那我就惩罚你喽！好惨呀！你好坏呀！谁叫你耍我？来呀、啊！怎么你也玩这套啊？是你叫我惩罚你的吗？反悔了是不是？怕不怕呀？哎呀呀！我怕他要死啊！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给人家亲？不敢了吧？嗯。哎，你把我解开那些嘛！来、哎。你干什么？洗澡。Come on, baby，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哎呦喂，喂啊，哎，
老婆，过来啊，快点！缠住了！惩罚我 ！Come on, bab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你，是你！你太多事了，阿明，阿明，你害死了 Judy。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要替 Judy 报仇。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啊！刚才说什么？我说我要替 Judy 报仇。我还是听不清楚啊！再说一次。耍我！看你个头！神龙摆尾！我压死你！我你老母，你真的插我啊？你来真的、啊、我你老母，不是插你，是要剁你。看什么看啊？我跟你拼了！哎，老大，这个玩笑开大了。这不关我的事哦。哎，我知道，我踢，我踹，你玩完了，该我了。那倒未必，我还要谢谢你呢。你实在太低估我了！哎呀，我的脚怎么那么臭啊！臭死我了！这些就是林大月偷拍的汤朱棣跟程文静的裸照。程文静不只是个同性恋，还是个精神病患者，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他要杀死所有爱汤朱棣还有伤害汤朱棣的人，所以先杀王百万，后杀林大月。汤朱棣把那晚的情形全说出来了。你不可以爱上那个假王百万。我不喜欢你管我，我做什么自有分寸。他是假的王百万，只有杀了他，我们两个才能有好日子过。你疯了你？我疯了，是你变了心。王百万打你，我就替你报仇，替你杀了他。百万是你杀的，怎么样？我还杀了林大月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拍了我跟你的裸照来勒索你吗？像他这种人，只有杀了他才不会威胁到我们。原来全都是你做的。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不许你杀他。你喜欢那个臭男人，放开我！不要，不可以！难怪那天晚上他连我都想杀。那么那天晚上想用箭射死我的也是程文静。那为什么汤朱棣要这样护着程文静呢？汤朱棣跟他有很深的感情，一时冲动就全扛下来了。这个女人真是。真是什么？怎么样也不关你的事，对不对？对呀、啊，那就好了。这案子办得很好，还有件卧底的案子等着你。什么？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This is an order。哦，怎么打？啊，你？哎，不要你啊！你的叫我长官，廉政公署自认错误，撤销对我的控诉，我复职了。真的，表哥？嘿，当然喽、哦。复职有什么了不起啊？大不了跟我平起平坐。哎，你错了。上头说你整天乱 K 人，现在要听你的旨，所以不要等到九七，我现在就要你好看的、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我。哎哎哎！你们俩干什么了？放手了，表哥，放手了！别商量了，是不是？哎，劝什么劝呢、啊？他们两个打死一个少一个嘛。周星星，外面有人找你啊？
你呀、啊，大逼妹，你没事吧？当然没事了。哎，今晚开 party， 嗨，我带了好多马子来。哎，你愣在那边干什么？还不快点多砸点心思来、啊？快点！好好好，下次啊，你们玩得开心点啊。好。等等我，每一次离开你都觉得舍不得，我知道你等我滋味难受，每一次见到你都想要告诉你，你对我多么重要。人在天涯，心里是你，情话只好放心底，拥抱世界，拥抱着你，永远不变我的心，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把所有思念留给自己，虽然我不能在你身边，我的心希望你能看见，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多少的风浪自己路过，希望有一在漂泊，我依然听见你对我说的。